我从地狱中来，我的名字是发生了什么？难道是魔法？魔幻乐园这么厉害吗？国漫主题乐园我来了！这就是妖精的种子，莫非反正所谓的妖精就是这个时候用的，还等什么？让他装了，你们不用争了，一起上吧，解决我感情危机。什么穿越，什么主角光环，都是骗人的。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，但是现在我没办法给你答案。流传了几百年的传说，拥有超越一切的存在，那就是名为妖精的生物。